点啊？发生咩事啊？好事，我哋翻嚟，上车。 冇谂佢，而家冇晒事。你冇咩事啊嘛？想咗呕。落车吸下新鲜空气，睇下冇事。 爹嘅朋友，我以前都未见过你嘅。我识你阿爹唔系好耐。我仲未多谢你救咗我。听讲冯小姐喺北京中学读书系咪？喺北京市立第四中学。系咪近住长安街嗰间？你去过北京？我喺嗰度读大学。哦，港仔饭店啊嘛，我记得噶啦。你个陈汉林咧，带埋出嚟啊！ 我讲成晚次啦吓，我同佢冇嘢噶，真系唔信你啊！做咩？又闹咗交咧？吓，讲极呢度系咁嘅。喂，以后唔好将我两个拉埋一齐讲啊！情海起波澜，哼，呢人个体育健将惨咯。唉，美人心啊，都系难测噶啦。唔同你讲咁多啦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爹，早晨。 同边个倾电话倾到咁好倾啊？<笑>我同阿汪月琪嚟噶，佢今日先到上海嘅。寻晚瞓得好嘛？冇事啦。睇下你啊，晨早流流，衫都唔披多件，就走嚟倾电话，又约咗人今日去玩啊？佢话请我食饭，同我压惊。哦，啱啦。嗱，听日你得闲啦。爹啊，唔得啊，我话咗佢屋企噶。 有事咩？我请许生翻嚟食饭，算系多谢人哋。许生，你系话嗰人车站救我个人？咪就系佢咯。嗱，咁人哋救咗你，你点解留喺度多谢人至啱噶嘛？但系我约咗人咯。唔退得咩？有你陪佢咪得咯。唉，咁冇办法啦，啊！ 哇！个冯小姐几靓啊！嗯，可惜啦，佢系冯生个女。如果唔系，我死追佢噶啦。喂，吴哥，你读过咁多书，你同我都几衬噶。我睇下冯生啊，几睇得起你啊，话唔埋啊。系啊，拆啦。唔系咯。 你话做到冯生个女婿啊？哼！快啲啦，等紧你噶。哦，得啦。阿云哥，听日冯生请食饭喎，你话我着到啡色西装好睇啊，因为套绿色好睇啊。点解先算啦？使乜咁紧张啊？我哋翻少一晚夜总会啊，都系个冇生意噶啦。咁你要翻去睇下老金班人噶嘛？讲笑咩？冯生咪同我搞掂咗嘅。 靠人都要靠自己，有时好多嘢要作最坏嘅打算。你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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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走，快走。 我呢張係70號啦，請各位多買愛國獎券，祝你哋幸運，請各位繼續起舞啦！ 喂，阿成啊，今晚啲生意點啊？爆晒棚啦！咁你仲叫咁多人出去拉下？哦，飯點樣做開啦？做大啲啦！啊，你有腦啊！喂，叫啲伙計落嚟先啦。得啦。喂，文化，你坐啊，唔好得出出去啊。誒，即係放下茶，七拉熱鬧咁啦。 由此你连送香吻咁嘅桥都谂出嚟，我哋碧瑶金漆招牌，连几个客仔拉唔到，你点做大班嘅？金老板，我都唔想噶，唔想唔想，我喺呢个地头捞咗十几年啦，而家俾对面两条僆仔咁样落面发，我仲使出嚟见人嘅？哼，咁样落去啊，冚斗都有份啊！啱又叫我哋班小姐又送香吻啦。 咩话？哦，即系叫我执人口水尾啦，系嘛？哼！冷明泉，系老板。你同我约个姓许嘅，听晚8点钟喺路正兴等我。系。哼！若果唔系冯敬尧，叫我俾下面，我一早就批评佢啦。唔该，嗯，今晚我带埋班兄弟跟你一齐去。 姜系老噶啦，老金字就倾，唔系字就打，唔使弹佢。同嗰种人有冇倾啫？你喺呢度揾食，唔系有嚟就得嘅。系啫，你自己一个。算啦，你今晚你有你嘅冯经理食饭，我有我去老正兴。嗯，咁好啊，我走先啊，文哥。 咩事啊，文哥？今晚你去冯敬尧嘅食饭，换个都绿色西装去。你而家睇紧嘅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边呢一个钟仔订阅啦！